你这个，咱得立桩，不立桩不行。来，上来吧，来，上那玩意不当害吗？能上。这绳当上，绳先劈外边去吧，你得劈外边。还是里头。把住啊，把住。对，拴那个了。里边住树不着啊。那我俩的桩上了，你就拔点就行了。这贼大力气，正好够用是吧？够用，不够用，大枪掉下去。好了好了，走了，你拔点吧，我俩抬那个。风大，拔点，拔住了，拔住了。你这比我轿还先进去，爷们儿，你这玩意还带后大箱子呢。我这没有啊。不拢的没事。这活你看啊，挺尖的。那啥，咱上街里买两双旧窗户，给那车库换。车库那两双给他换。完了，那个咱们那采暖炉回来了，直接购车拉了。 哎呀妈，你这整的好，我这不冲的啊，我这有，我给你现在给你做记录，这不冲的啊，拿一个绳子，没事，这家是绑的是刺结实，现在都没事了，那得是啊，你到那去就要了，我那对，没事没事，你这没事，这地方我跟你说，你这声就好使。 我这人没有，有我就给你整点。你是没来过，头地方你全一般，你先去。啥呀？还来着？我这个是无人区的，重新开发的。你别找我哪天我给你打电话，我那还有点件儿，那个你要是来到货的话，悠到那块儿去。就这块儿啊？啊，对，悠到头道街那，完了我给你打电话，你上这。头道街那人。对对对，嗯，完了你给我取过来。行。嗯，这件儿多了。那你就不用去了呗。 我那我还去啥了？我这省他油钱不是吗？对，不去我就给你拿。打电话你就完事了呗。货呀，就是你买货都知道，就我拉货，啊，要买，嗯，这不有号了吗？对。你到我家了，你装，我给你抓的送来了，这这么玩意儿。对对对对对。嗯，材料钱给你，材料钱。对，我要活。我要钱。方便。就是回去给他捎去吧。对对，这方便了，直接你打电话，那样直接就给他拉了就完事了。这事儿。你放心，爷们儿，你跟咱们办事儿，你就放心得了，咱们有一说一，有二说二。 这过来，我你这我你不有号了吗？有你号，哪天那什么，我那接啊，我说个说明玩的，我到货站，我再给你打电话。行，行行行行行，完了，嗯，坐人呢哈。你这玩意儿，你这带暖气的呢，你这放心，你这不是坐超过我送货，不了。哎呦，你慢走，爷们啊，哎，慢点啊，慢点，慢点，哎。 到大三里头干啥玩意儿？多大呢？那咱这样货能飘轻？这窗户拿尺量量的，正好好像是，差没差多少。差的小点儿，我那啥那腰子，我都没那超过你靠腰子，没到那个。哎呀，你那是两米二十多，是两米五十多呀？你可咱们可真准了，我这个是买回来了。 你别整两米二十多，可差大了，然后啊，热大棚成块了啊！这是屋里的，要是温度不够，是插热上来成块。插着，这带轱辘的呢哈？带轱辘的啊，四个嘛，一边搁俩。这玩意儿加上了，一边搁俩。这也把我屋里冷的卡。哼，你成热了，使的能使，整冰柜回来啊。 怎么回来啊？咱们使啊，这冰柜挺新，挺新的。挺新，没使过新劲。哼哼，俺新买啥新的？这也是二手的，二手的。